人物档案：刘家平，二级军师长，新疆军区某旅技师，被评为全军优秀士官、全军爱军精武标兵、优秀士官标兵、学习成才标兵、优秀共产党员、最美金牌士官、自治区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等，两次荣立二等功，一次荣立三等功，五次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。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研制的九项技术革新成果或军队科技进步奖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央广网北京5月22日消息，许地成、郭法海、张虎。这是一个决定下部多种信息化装备列装生产的会议，这是一个专家满座却仅有一名士官代表参加的会议。暮春，陆军组织的某类信息化装备订购评审会在北京召开，一名士官结合实践经验，大胆提出增加电缆航空插头和射频插头固定装置，配备维修转接板等多条合理化建议，受到厂家和与会代表的高度肯定。主办方决定增补其为专家评审组副组长，将参与下一阶段装备定型采购评审。这名肩扛二级军士长军衔的士官，就是新疆军区某旅技师刘家平。入伍23年来，他立足本职，爱军精武，努力钻研信息化装备维修技能，不断攻克装备技术保障难题，为部队节约维修经费上千万元，被官兵们称为信息尖兵。六封入党申请书，30余本学习笔记，多次拒绝地方企业高薪聘请，强军思想引领青春航向，把个人梦想融入中国梦、强军梦，就一定能干出名堂来。作为一名维修专业士官，修补